芋头，芋头，这么热的天，你又跑西瓜地去干嘛？哎，峰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真的是不怕热呀？饭不是给你弄在锅里吗？你吃了吗？这么热的天，哪有胃口吃得去啊？你老是跑到西瓜地里来，你就不怕中暑啊？西瓜在面前不怕中暑。你就天天惦记着这个西瓜。那就摘一个回去给你尝尝鲜吧。真的可以摘啊？不摘一个给你尝尝鲜的话，你一天到晚都要往地里跑，我看你都要住到西瓜地里了。哇，好的，这下满足你了吧？这个我来吧。算了吧，这么早还是我来吧。这下你总不会往这里跑了吧？富哥，哎，我回去给你做一个开胃解暑的凉菜吃吃吧。哟，你这是交易吗？怎么可能是交易呢？平常不是你想吃什么说来我都给你做的吗？那是我媳妇最好了。回去吧，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跟你说的我肚子都饿了，赶紧回去吧。西瓜放水里冰一下。拿出准备好了豌豆粉。倒到这个大盘子里，一碗豌豆粉加入等量的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了，可以用了。锅里倒入五碗水，倒入豌豆浆，给它搅拌了，不要让它糊底了。好了，可以捞起来了，给它弄平，有点 Q 弹呀，切点蒜末，来点葱花，切点胡萝卜丝，切点黄瓜丝。好了，接下来调个料吧，来勺芝麻，来勺辣椒面，加点香油，淋入热油，再搅拌一下，一勺盐，一勺糖，两勺生抽，适量香醋，倒入花生酱，搅拌均匀，这样就做好了，就差不多了，短短的，给它倒出来。哇，很有弹性，给它刮下来，放点喜欢的配菜，黄瓜、胡萝卜、豆芽，淋上调好的酱汁，来点花生米，香菜搞里头，好了。好，来了。哇，远远就闻到香味了，尝一个。嗯，这下有胃口了吧？嗯，又麻又辣。这碗给我的吗？这碗给你啊。嗯，真的是绝了。